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次的华南重播视频。先来打开 BGM。哎呀，这两天又出去也踩蚂蚁啊。虽然不是收成不是很好吧，但是多多少少还是踩了一些。爱建蚁，挖了将近一米深的土啊，就是没找到蚁后，大概是50公左右吧，这是。如果有小伙伴想合工的话，可以找我，我可以送给你们。还有什么？我找找，还有这个，还有一窝，这还是比较倒霉啊，挖了也是将近一米多吧。真毛收获蚁，100公多，点背的就是还是没挖到蚁后。如果有小伙伴想合工的话，也可以联系 UP， 也可以送给你的，或者说是我等明年再去捡一些婚飞合后吧。还有啥？我找一下啊。这个吗？这是，哦对，还有这一些。些蜗牛还是啥呀，拿近点看一下。很好玩的一些小蜗牛，只不过不知道叫啥名啊。再找找还有啥呀。难结束了。哦，想起来了。金龟子的幼虫。大概采了3-4只吧。还有。哦对。还有一些爆珠。还挺肥的。喂的蟑螂还没有吃掉，这里还有一只，挺大的都。还有啥呀？好像就这些了。如果有想要的小伙伴可以私聊一下 UP 主，特别是蚂蚁。如果你没有后就别联系我了，如果有后想合工的话联系一下阿普，一般就会出给你送给你。